哦，你泡跟叶林泡差太多了吧？不然你来泡啊，看能泡得多好。锦绣，你老屎，老屎啊，老屎，老鼠啊！哇，他原来是老鼠啊！明浩，你先带锦绣去床上休息一下，记得倒杯温开水给他喝。好。怎么会有老鼠呢？都已经半年没有发生过了。老师，会不会是宠物鼠啊？你养的？怎么可能？你很无聊哎。哎，是谁把厨余还有茶渣倒在这里的？宿舍阿姨呢，跟老师反映说，宿舍最近的整洁呢出了问题。值日生的工作啊，做得也很不彻底，宿舍甚至还出现了老鼠、蟑螂跟蚂蚁耶。老师，宿舍不是无菌室，有一点蟑螂、蚂蚁也很正常啊。我们应该学习与大自然共生。蟑螂、蚂蚁啊，要是知道你有这种心意，一定抢着去找你。老师，那天宿舍阿姨已经告诉大家说要注意整洁，可是不知怎么搞的，垃圾和资源回收物还是混杂在一起。还有很多空瓶子啊，都没有清洗就丢到回收桶，还有我们的浴室出水口也常常堵塞，让我们这些做值日生啊都一肚子气。嗯，跟宿舍阿姨报告过没？有啊，还贴布告栏呢，可是还是常发生，也不知道谁这么没有公德心。嗯，老师，最近才有这种状况，那会不会是韦仁和明浩那几个新来的转学生呢？有可能哦，那几个转学生看来习惯就很不好。怎么说呢？没有具体还有确实的依据，不要随便的预设立场。你们去跟其他同学说，从现在开始呢，要保持环境整洁，还有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。老师呢，还有宿舍阿姨会不定期的去抽查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老师很奇怪，为什么要帮那些新转来的学生讲话呢？谁叫你刚刚脑袋秀的，没有办法解释事情。你到底站在哪一边的？我站在正义这边。好啦，你们两个都不要再吵了啦，现在是要想办法解决事情啊。哦，对了，老师不是要叫我们解说事实吗？那么我们就找证据给老师啊。怎么找啊？过来，我跟你们讲。哇，怎么这么乱，这么脏啊？你们在干嘛？聊天。聊天不进去啊，神经病。好戏。可恶，人到底是谁没有关我们啊？他有被蚊子叮得满身，要是让我知道他是谁，绝不会放过他。那个人就在这里啊，你干嘛单看我啊？你先去啊，我又不是在说你，你自己对他入座。那你没有怀疑我吗？怀疑你又怎样？我不只怀疑你没有把门关好，我还怀疑你是破坏宿舍环境、没有公德心的那个人。可恶！打打架。好了，五分钟了，你们两个想通了没有？沉淀够了，我们再来讨论。嗯，好，那我就再给你们五分钟，
老师，再有50分钟也没有用，我好好的却被怀疑，这种气谁受得了？你敢发誓不是你吗？发誓就发誓，我发誓完，你敢不敢公开大声跟我道歉呢？我，谁要不敢了吗？敢冤枉别人却没有胆跟我道歉？谁说我没胆？只怕有人说谎。你，好了，你们两个，为人，你先冷静一点。老师，我已经很忍耐了，我一直听到别人话中带刺，谁受得了？谁叫你嫌疑最大？我怀疑什么？你说啊。好了，医生，没有证据之前就这样怀疑别人是不对的哦。说啊，怎样？不敢说了。为人，你有理也要好好讲清楚啊！像你现在这样带着情绪说话，只会模糊焦点而已。好了，你们两个，老师会跟学务处还有宿舍阿姨想一下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。在真相大白之前，你们两个先停止冲突跟怀疑，知不知道？嗯。这一泡泡久点会更有味道哦。哦，是谁把厨余还有茶渣倒在这里的？哇，怎么这么乱，这么脏啊！